请掀开经本，隆重记诵第三首看起。佛以神通无限力，广演名号等众生，随其所要普施闻，如是云音能悟解。在前面长行文里头，云音床龙王，他得的是一切住趣中，以清净音摄佛无边名号海写他们。在他的赞颂里面，与他修学的法门圆满的相应。长行跟寄送合起来看，意思就非常的明显。我们知道龙王啊，也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，他不是真正的出生道啊，啊，真正出生道啊，没有这么大的智慧神通啊，所以这里第一句就明显给我们说出，啊，佛以神通无限力。前面我们看到云音龙王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佛以神通无限力啊，广演名号等众生，这实在讲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选修的念佛法门。诸佛菩萨的名号无量无边，众生无量无边，名号也是无量无边。这一段诗如果我们稍稍地想一想呢，就明白了啊，世间无论什么无啊，这个众生呢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名称啊，我们端起这个名称叫茶杯啊，它都有个名称啊，啊，这个叫盖子，它都有个名称啊，这都是属于名号。所以名号有多少呢？名号等众生类，如果要是觉悟了，名号都与性德相应，所以佛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呢？用名号啊，啊，我们在华严里面体会到了，所以一即是多，多即一啊，多是从相上说的，从事上说的，事相无量无边，
疑是从性上说的。啊，一切有情众生有佛性，无情众生有法性。佛性跟法性呢，是一桩事情。啊，一个性不是两个性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才讲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。啊，如果是两个性，就同不起来了。一个性呢，一个根呢。这是佛菩萨教化众生所依据的根本理论，也正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设法界依正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心是自己的真心，是自己的本性。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你如果要问，这奇怪了，我怎么会变现呢？我问你，你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？梦中境界不是你自己变现的吗？啊，不是自己变现的，那梦里境界从哪来的？啊，梦里头会变现，那不做梦的时候当然也会变现嘛。性现是变，永远没有止境的。佛家常讲的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啊，因果是什么呢？因果就是转变。啊，你是不停在转变啊，念念在转变。啊，我们现前的世界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变。我们的身体状况也是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变。啊，我们念头善，我们身体善，容貌善，居住环境善。我们念头不善，我们容貌不善，身体不善，居住环境不善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心变现，心是能变的，外头境界是所变的。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叫迷惑颠倒。啊，佛菩萨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叫圣人呢。啊，于是这一些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，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方法无量无边。佛家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这无量法门里面有一个总纲，有个总的法门，总法门就是名号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诸佛所以心出世，
唯说弥陀本愿海。啊，这个话用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十方三世所有诸佛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。啊，佛说什么呢？只是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。就说这么一桩事啊。千经万论都归净土啊。在整个佛法里面，学习的科目不相同，但是有三个科目是共同的。戒律是共同的，无论你修哪个法门，不能不持戒。啊，你学贤教也好，密教也好，啊，宗门也好，教下也好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一定要持戒。所以戒律是共同科目啊。第二呢是唯识，唯识是理论，也是共同科目啊，不分显密宗教啊，都要学啊。唯识给我们说明心性的根源，心性的作用啊，这里面讲到是因果的变化啊，因果的相续，所以这是个共同科目。第三呢，净土是共同科目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到最后啊，都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佛法修行的归宿啊，啊，一般不相信净土的，不学这个法门，修其他法门，修成功了，都升到华藏世界。啊，到华藏世界之后，有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来教他。到极乐世界去，拐个弯去了。我们这是直接就去了，他要拐很大的一个弯才拐去。啊，所以净土是共同科目。净土的殊胜就在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名号啊。弥陀的本愿海就是这一句名号。名号的意思太深太深太广了。世尊在弥陀经里面跟我们开始，名号的意思他说了两个，无量光无量寿，这两句我们要细心去思维去体会。说的光，光代表空间呐。说寿啊，寿代表时间啊，那我们晓得这六个字啊，无量光无量寿啊，它真正意思是什么？无量的空间，
无量的时间，说空间，说时间，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都在里头了，一个也不漏啊。你才晓得这个范围多大。佛用这六个字来显示啊，而细说啊，那像隋唐古无大德啊，他们的探讨啊，这些人不是普通人呐，事法眼目当中，他们是高僧大德。这些人总结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大家仔细地在研究探讨，想找出一部代表性的，能够代表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大家公认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，所以华严就被人称之为根本法论啊。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佛学概论啊，华严经是佛学概论啊，其他一切经都是这个概论里面某一个部分，特别详细说明。华严是总说啊，这古大德了他们的见解，这个见解一直到现代差不多是1500年了，都得到佛门四众同学的赞叹。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。而华严经最后戒归到净土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我对于净土生信心，发愿学习，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启示。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啊。善财是文殊的学生，那我们想想，老师是求生净土的，这个最得意的门生，怎么会修学其他法门呢？不可能的吧？所以我们从53参里面明显的看到，他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，在40华严称吉祥云比丘，吉祥就是德，
给他讲念佛法门呐、啊，这个是开端呐、啊。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先入为主，啊，善财童子最先听到的法门是念佛法门，这先入为主啊。再看到最后一位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看看这代表什么意思，自始至终专修专弘，没有改变啊，他表这个意思啊。当中这么多的善友，有53位，啊，当中这些善友，代表我们现实社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乍看呢，好像是不同，细究啊，一桩事，无疑不是修念佛法门，这个才真的叫妙啊！所谓是殊途同归呀。善财在一生修学过程当中，不识六根，不去接触六尘境界，不是啊，他没有障碍呀、啊，啊，真正显示出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啊，他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听，什么都接触。这是修什么呢？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啊，接触任何人物，他有礼貌，啊，有赞叹，啊，有供养。六度齐修啊，这是戒学啊。虽然眼见耳闻种种不同的法门，但是他心里头有主宰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心这个愿从来就没有动摇过，这是修定啊。六根广缘六尘境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呢、啊、这是成就慧也。所以53参他修的是什么？戒定慧三修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能够把这一层看出来了，看明白了，这一部《四十华严》入法界品啊，我们就真正得受用了。啊，真实受用就在这一句名号，这持名号永远没有间断。
四十卷经的目的在此啊。让我们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名号是信德，佛的名号，世尊为我们设了一部万佛明经，有许多道场，新年的时候都拜万佛，期间万佛忏，读诵礼拜万佛，这一部经里面有12000多尊。佛号，这是佛的略说，广说穷劫也说之不尽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己的信德，信德的体相作用深广无尽，所以名号不可及。菩萨的名号是代表修德，我们虽有信德，如果不能通过修德，我们的信德不能现前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有个同修提了个问题，学因果经，真信因果的百姓不做坏事，不做小偷。他举个例子，当官的呢不会做贪官，他说是从小学生开始如何？确实，这个教育是要从小开始，大了就不行了，就没法子教了。坏习气已经养成了，佛的名号就是佛教学的宗旨，所以佛没有一定的名号，佛没有一定的这个形象。我们在楞严经上读到的，佛没有一定身相啊，佛是随类现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也没有定法可说，完全看现前众生的需要。现前众生需要什么呢？需要治病啊！今天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啊，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自利。贪嗔痴慢。所以佛说我们这个世间叫五浊恶世啊，
浊是污染啊，严重的染污。卧是造食物业，跟食善呢完全相违背。所以佛到这个世间来示现，那用什么名号呢？啊，他用的是释迦牟尼。这个名号对治我们现在众生根本的大病啊。啊，释迦是什么意思？古时候翻作能人，仁慈博爱啊！啊，仁这个字的意思是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叫仁。所以中国仁这个字是两个人呐、啊。两个人就是想到别人就想到自己、啊、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。我们跟别人要平等啊。啊，我自己喜欢人家也会喜欢，我自己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。所以看出啊，这个世间众生没有慈悲心，啊，没有仁慈的心，所以佛的名号提出这个，啊，提出释迦，这是教化宗旨啊。啊，那么再仔细观察，这个世间人，人心乱了。妄念多啊，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名号里面提出个摩尼，啊，摩尼是什么意思？即灭的意思，清净即灭，啊，灭什么呢？把妄想分别执着灭掉。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。清净心是真心的，没有被污染的。啊，这个是说明娑婆世界现前众生的根本的病根。啊，名号就是专门对治病根的。我们天天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想到啊，把自己本性的性德念出来呢？名号没有别的作用啊，把我们的性德唤醒，提起来，那你这个受支持名号啊，功德就成就了。啊，念到释迦，我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；念到摩尼，我要用清净心对待自己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代，无论哪一个菩萨、哪一尊如来到我们这里来成佛，名号都要叫释迦牟尼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了，如果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，他这个名称不能用了。为什么不能用呢？
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会聚会一处，每一个人都是仁慈博爱，你还讲什么释迦？人家都做到了嘛！啊，极乐世界个个人心都清净，都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啊，模拟两个字也没得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起作用了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，一定要叫阿弥陀佛。啊，教化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呐，那个地方的众生虽然都是阿惟越致菩萨，那就经常讲的，阿惟越致是七地以上的菩萨，但是他们的信德还没有到圆满，啊，还有极品无名没破，啊，阿惟越致就七地吧，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、妙觉，还有五品无名没破，啊，所以那个名号啊，要提醒他们呐，啊。最有后者无品无名要破尽，啊，阿弥陀是什么意思？无量啊，佛是觉啊，啊，无量觉才是究竟圆满，啊，他们虽然是大觉，还没有达到无量，所以用这个名号啊，来教化极乐世界的阿惟越致菩萨。到哪个地区众生根性不一样啊，那个方法就不相同了。啊，在华藏世界这是了不起的。啊，华藏世界去做佛，佛叫毗卢遮那。啊，这是行施清净法身。华藏世界的菩萨有41个人呢。这41个，41个位次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，41个位次，都是明心见性。啊，禅宗所说的见性成佛。他们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，但是他所证得的没有圆满，所以还要不断的扩充，因此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，这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遍一切处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这是化身佛，是我们的自信本体。啊，所以读了华严经，啊，华严第一个受用，真实的受用，心量脱开了。啊，华严的心量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
这是真正觉悟啊。不觉心量小，不能容忍啊，这心量太小了。心量为什么小呢？迷了，迷摄了自心啊，也就是你心里面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所以这个心量越来就越小了。佛教给我们破迷开悟啊，人觉悟了啊，心量就大了，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大慈悲心呢，自自然然就生出来了嘛。是这么一个道理，我们要明了，要觉悟啊。怎样明了呢？一定要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从清净心里头来的。心不清净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心清净了，不生烦恼，它生智慧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生智慧的心与自信相应，生烦恼的心啊，与自信不相应。智慧生起来之后，宇宙人生真相大白，才晓得这宇宙人生是怎么回事情，彻底明白了，你做的事情就不会做错事了。学因果是凡夫学佛第一个阶段，诸佛菩萨救度一切众生，头一个叫你把人道的脚跟站稳，不要堕三恶道啊！给你讲因果报应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你不至于堕落三途啊！造十恶业，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！你造这个业因，果报在三途。人能够断恶修善，断恶，恶就是十恶，修善，善就是十善，能够断十恶修十善，这个人就跟站稳了，绝不会堕三途。这是佛帮助众生的第一个阶段，首先帮助你稳定住了，然后再帮助你向上提升。佛法是教学，佛法不是宗教。佛家常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
释迦牟尼的名号就是慈悲为本。诸大菩萨的名号就是方便为门。我们有没有学到呢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，跟诸位说，在中国佛教里面，是以四大菩萨为教学的基础。第一位地藏菩萨，地是什么意思呢？心地。藏是宝藏，心地宝藏是什么？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相。华严出现品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个就是地藏啊！我们心里面的宝藏啊，受用不尽呐！可是这个宝藏像这个金矿一样埋在地下，你要不把它开采出来，虽然你家里有金矿，你还是要过贫穷日子，你得不到受用。什么方法去开采呢？那就有方便了。地藏经上教我们开采的方法，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孝亲尊师，开发我们自信宝藏的方便法门呐！孝亲尊师的心行啊，这个心，这种行为与信德完全相应。所以佛教人从这做起啊，不孝顺父母，不尊敬师长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做再多的善事，没有根，与信德不相应，纵然在佛门里面做善事，每一天诵经拜佛，讲经说法，也能说得天花乱坠，也能有瑞相稀有，果报在哪里呢？还是在三途。这个厉害要懂啊！三途里面落在鬼道当鬼王，他有福嘛？他做了很多好事嘛？畜生道里面，我们现在念这个龙王，龙是畜生的，就去干这个去了。龙王水神呢，台湾福建一带呀供奉的妈祖，妈祖是龙王。因为沿海一带地区以海为生，对于水神供养就特别的奉祀。妈祖是龙王。海龙王就去做这个去了。
这个果报不究竟呐，所以它不是真实的功德啊，因为它修善没有根啊，根在孝亲尊师。我们要懂得，在地藏啊，首先从心理上建设，然后再把孝敬扩大，孝顺一切众生，奉祀一切众生，那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。观世音菩萨代表的大慈大悲呀，大慈大悲就是把地藏法门发扬光大。你看，做哪里做起？从你家里面做起啊！你不孝生身父母，不敬直接指导我们的老师，你说对别人孝顺尊敬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所以一定从生身父母做起，指导我们这个老师做起，再把它扩大了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！它有根，它有本，决定不是虚伪的。所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是把孝亲尊师扩大了，扩充了，扩充到虚空法界。慈悲方便是佛家教学的宗旨，可是我们又听人家常讲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啊！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慈悲为什么有祸害？方便为什么变成下流呢？没有智慧，感情的这个不行啊，所以一定要文殊菩萨，文殊代表智慧呀。孝敬慈悲里面有智慧，这就成德了。成就信德，是信德的流露，所以没有智慧不行啊。世尊49年教学，讲般若智慧，用了22年的时间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讲经说法49年。22年讲般若，你就晓得般若智慧在佛教教学里头的确是中心的，几乎占了一半的时间。大乘禅宗，禅宗不是修禅定的，禅宗是修般若。诸位要读坛经，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句就教人总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了，
他是叫你修般若波罗蜜多啊。禅宗是修智慧呀，般若智慧呀，不是普通的禅定啊。这个不能误会，误会了偏差就太大了。普贤菩萨呢，落实了。菩萨为什么称为普贤？菩萨眼目当中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大圣大贤，所以称为普贤。我们看到不像啊，他看到像。我们从外表上看，啊，众生不像圣贤。菩萨从性德上看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他从佛性上看，所以一切众生都是圣贤。普贤落实了，落实什么呢？落实孝亲尊师大慈大悲无量智慧。把这个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落实在我们工作之中，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。普贤代表实践，我们今天讲的真干了。这个四大菩萨的名号修得了，修德有功，我们信德就现前。这是我们对四大菩萨要认识。见到菩萨的形象，听到菩萨的名号，我们心里就放光了，就明白了，知道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。佛菩萨的名号如是，天神鬼神的名号亦复如是。我们念这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是隆重。第一位毗卢波查龙王，他是四大天王里面的西方天王啊，我们学佛同修常常见的啊，你见到一个佛教的道场，一进山门看到供奉的四天王啊，那也有人叫他四大金刚，他是西方天王。天王殿供奉的像有五尊，当中是弥勒菩萨，弥勒是梵语，他的意思是慈悲，一进佛门见到弥勒菩萨，我们要学弥勒菩萨的慈悲。慈悲为本，马上就体现出来了。
四大天王代表方便之门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听到这个名号啊，就晓得他教我们什么，我们应该怎样学习。弥勒菩萨的造像，造的是宋朝布袋和尚的像，这在外国看不到的。外国弥勒菩萨像跟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？布袋和尚圆寂的时候跟大家说，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来的，说了就走了。这是真的。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说了又不走。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说了马上走是真的。他要说出来还不走，假的，冒充的。在历史上没有这种例子。身份决定不能铺路，铺路立刻就走，这个可以。所以中国人造弥勒菩萨像就造他的像，他像很好啊。名号跟他的德相啊相应，你看菩萨满面笑容，所以人家称他做欢喜佛。他肚皮很大，也有表法的意思，代表能包容啊。肚量大了，表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见到形象，听到名号，要懂得他教我们什么。我们在他这个名号形象又得到了些什么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东方天王持国天王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了。你怎么能够保持你的家？你的家运兴旺，家道不衰呀。你如何能保持你的国？国运昌隆。如何保持你的身？你一生事业成功而不失败。那你就要学持国天王。他教人的是什么呢？负责尽职。你在你自己本分的岗位上，把你的工作认真做好。负责任尽本分。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他手上拿的琵琶，琵琶代表中道，就是儒家讲的中庸之道啊。琵琶是个乐器，弦乐器，我们晓得，他那个弦松了就不响。太紧了就断掉了，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，那叫中道啊。音色才美呀。所以做事情处事待人接物都要懂得中道。
这是他教导我们的。南方天王，他的名号叫增长。增长是什么意思呢？求进步啊。我们听到这个名号了，想想自己的品德有没有进步，智慧有没有进步，才艺有没有进步，生活的受用有没有进步，佛教不落伍啊，佛教永远追求进步。六波罗蜜里头有精进波罗蜜，南方天王就是代表的精进，他手上拿一把宝剑，剑代表智慧，唯有智慧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提升进展。智慧能断烦恼，智慧能消疑虑，取的是这个意思。西方龙王，龙代表着代表善变，代表我们现前的社会人情事理，变幻无穷啊！这是我们的社会啊，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，要怎么去应付？要掌握变动当中的不变的真理。不变的真理就是定慧，甚深的定功，真实的智慧。你能够掌握着定慧，世间无论怎么动乱，你不会乱，你就能控制这个局面，你就能帮助啊这里面的苦难众生。天王的名字叫广目啊，我们想想这个名号，广目讲要多看，要看清楚啊，你要不看清楚，你会上当，你会被人欺骗了。你要有智慧，北方天王叫多闻，北方是夜叉王，多闻什么？多听呐、你看，西方跟北方讲的是方法，怎么样让我们不断在进步，不断向上提升，怎样把自己本分的责任做好，做得圆满，你要广学多闻。西方天王代表的是广学，北方天王代表的是多闻。广学多闻里头要有智慧，要有主宰，
啊，要看清楚，听清楚，啊，不至于被人蒙蔽了，被别人欺骗了。啊，他们的表法，你看，广目天王手上拿的是龙，啊，龙代表什么？多变的社会。这个手上拿的是个珠，掌握着不变的原理，才能应付得了啊多变的社会呀。啊，你手上掌握不住这个原理原则，你就完了。你随波逐流啊，你一定堕落了。北方天王手上拿的伞盖，啊，你看多闻多听，伞盖表示什么？防止污染。啊，都掌握住原则了。这是属于方便有多门呐，啊，佛门里面供奉佛菩萨、天神护法的神像，全是教学，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，广演名号啊。用名号，用塑像来表法，将世尊圆满智慧啊，高度技巧的教诲，以这些方式，今天讲的艺术的方式啊，启发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开悟。第三句是随其所要啊，普世闻啊，这个其就是一切众生，教众生不能不懂众生的根性。也就是说，他喜爱的是什么？你一定懂得投其所好啊，他就欢喜接受了。如果你教的他不喜欢，他根本就不愿意来学，那这个教学就失败了。所以要懂得众生的爱好。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呢，很麻烦了。众生爱什么呢？众生爱钱呢。佛怎么办呢？佛教给他发财之道，他就喜欢了嘛。众生喜欢聪明，喜欢智慧，又喜欢长寿，佛确实投其所好，你喜欢什么我就教你什么，啊，你想发财，你要跟佛学，你准发财，啊，你会发大财。为什么呢？佛懂得道理，佛知道因果，他指导你的决定不会错。满足众生的欲望，佛有这个能力，然后再逐渐把你向上提升，告诉你
财物、聪明智慧、寿命都不是真实的。还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你要不要听？你想不想求得？所以佛教化众生呢，有方便，逐渐逐渐把你向上提升的。这个就是佛菩萨的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随顺众生的根性欲望好要。这是大学问，这是高明的手法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我们今天在学华严，从华严经里面得到一点启示，逐渐的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我们今天走向了多元文化，也实实在在看到这个世间的灾难几乎无法避免。正如明山老和尚所说的，诸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呢，恐怕也救不了。这话是实话。过去我曾经听李炳南老居士说过，他说这个世间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。告诉我们这些学生，我们只有一条生路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教导我们老实念佛，这是真话了。为什么诸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呢？社会结构的根基是在家庭，今天家庭破坏了，换一句话说，社会安全的根没有了。诸佛菩萨来也无能为力了。家庭是夫妇不和，今天夫妻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仔细观察，是感情厉害的关系，没有道义所以夫妻不和，常常翻脸呢，离婚率这么高对于子女不负责任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啊。所以社会的根本
动摇了。诸佛菩萨来，要想建立这个根本，谁听呢？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听。这是我们现前社会的状况啊，很悲哀啊。发展到最后，那就是西方宗教家所说的世界要整个毁灭，重新再来。那只有这个办法，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救啊。所以他们讲有世界末日啊。佛家虽然不说世界末日，佛法讲有灭法的时期。灭法时期什么叫这个？是佛法没有，圣贤教诲没有了。世间人无知，无知必定随顺烦恼，随顺烦恼一定造十恶业啊，造作十恶业必定感三途苦报，这也等于是说世界末日。我们这些同修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啊，这是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实现。在这个时代还能够读佛经，还能够听佛法啊，还能够发心呢，依教修行，不容易啊。只要真干，决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善人太少了，有这么几个善人呢，好诸佛菩萨欢喜啊！啊，龙天善神都来保佑你啊，一定的道理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心善，存心要善，念头要善，行为要善啊！一定要认真努力，断食恶，修十善，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在在处处啊，遇到朋友啊，遇到熟人，我们要把这个正法了介绍给别人啊，多多的讲给别人听，劝别人回头行善，这就是自心化他了。这样啊，才能真正报丰恩，报父母师长之恩。不可以说这个世间已经到不能挽救了，算了，我们把它舍弃掉了，我们自己找个地方好好去念佛去。这个想法是小乘，是消极，是悲观啊！大乘菩萨不如是啊！所以我们看到明山老法师，我非常感动啊，他88岁还不休息，啊，给我说，早就想啊，闭关住山，
念佛求了生死，看到众生呢在苦难当中不忍心，有一天寿命还帮助大家一天，这个愿了不起啊！这是真正的大慈大悲。只有一个愿望，希望众生得度，希望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把自己修学暂时放在一边，真正值得人尊敬，值得我们年轻人效法，不为自己，只为众生，这是真实的菩萨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就讲到这里。